AUV 5.5 固定材料，开始。找一块亚克力板，放到平台上面，一定要平整，不能有翘起的地方。看一下，一定要平整，全部贴合在平台上。然后打开吸风调节，按一下。这个吸风调节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吸附住我们的这个材料，让它固定在上面，防止它移动。好。